有伤的，嗯，口罩都遮好，嗯，很好。开始推了吧，看这个，Thank you.
到你后面了。其实也没有痛，我痛的是右，因为右皮包是右上斜到左下，所以它两副一起，然后又很重，所以应该要试着不要有皮包。对啊，不要有皮包哦。但是就你箱子，如果我们不买名产，我可以带什么东西放在你那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要放什么？筋膜枪啊。还是谁塞的、啊？对啊，我说筋膜枪放你那，然后我就想办法把皮包塞进箱子，少一个背的，不然真的是我的肩膀痛死。然后想到去就觉得还要在那边搭车，而且到底我们坐的那个新干线带大行李 OK 吗 ？OK， 一直都 OK。那个转贴的一直都是在讲、啊。现在就请老天帮我们决定要不要去吧。老天如果说。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我还订得到，那不就表示真的是没有人要买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这两个全部都一起加起来，就是
交通也是啊，也是没人买。一，交通没人买；二，住宿没人买，那安全度就上升了。志贺的问题就是在于那个吃饭，吃晚饭。没有。而且我们还要买早餐的料过去吧。早餐还好解决，拖拉亚克。蜂蜜蛋糕说买买，而且我忘了我们今年出的那一个，我们到底带了什么？就是东螺烧啊，蜂蜜蛋糕啊。我是说你在哪里买？在东京车站。哦，我因为那时候我们住在东北角那边，那時候我們住那個、日本桥啊。嗯，你看，大家也是努力往右推啊。不对哦，我们也要小推。我们要往右吗？我们不是要往左吗？没有走，走 有走吗？走就是这个直下。不是吧？你看那边那两个人影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看一次地图吧。我记得是往右绕道。奇怪，那里不是有一片白白的路吗？那这里都没有压过。左边，左边。哦，那我们就跟那条路这样。对啊，不是就往那边吗？应该是个轻松的路，什么都看不到，绿线好像什么都看不到。哇！你不是要看地图吗？你要看手机的还是看这？我这有一滴水在外面还里面？外面了。我走上脚，晚上要回去，还是待会休息可以帮我多看？对，那个绿线，那个绿线，怎么觉得怪怪的？你说的那个绿线，你说的那个绿线，它刚刚到很左边。这边啊，这边啊，然后下来啊。会拉到很左边。理论上从这里小小路过去是可以到 Village 的 Village 的，是吗？感觉这里都不能走，那根本没有，是这一块不能走，但是上面所谓的切过去就会走到上面，但是这个图它没有标的地方，差不多。但是既然 Tenning 他们都过去了，表示他们一定是这样过去的，因为这是比拉夫目前有开最高的一条，隔壁也都没开，所以现在是我们这个雪场能到的最高点。那这样怎么办？如果我们照这个走的话，就是先滑这个，接着走分塔。还是这个红的下来，绿的，那就是双极线。没压雪的红线。是啊。对。会不会很危险？算了。我不知道。对，横着推一段，然后走 center。没有啊，这个迂回路它也会要推。好累哦。对的。先走安全的吧。安全的是什么？安全的先绿带好，哦，先他扣的，对吧？希望送的。哎呦，你干嘛啦？干嘛笑人家？你说什么？干嘛笑人家？我是他笑，不是我笑。不是你哈哈哈，是他，不是我。他自己哈哈哈。我什么都没有。真的啊，我以为是你哈哈哈。干嘛查我？这些人干嘛？然后你干嘛笑人家？那个粉红衣服笑的。但是我也听到你哈哈哈。我什么都没有，你回去借看录影。对吗？有一个哈哈哈这样子，就是那个女的。女的，我有听到另外一个声音，我有听到男的的声音哈哈。我就盯着看，我都看傻了，我还是发出笑声。我好冷哦。
看他们那边怎么样。你说什么？那边怎么样？为什么他们一开始就上那边不划我们这边？因为他们昨天也划过了、啊，接着他们全山能逛那边当然逛啊，对吧？应该吧。爬上去了，不能这样冲过去，应该都松雪哦。就是，还是看那一堆的，盯着那里看。先过去看看。啊，然后我在我前面吗？那你看吧，我在后面。过得去啊，过得去。就是山塔吧，嗯，就是我有时候滑雪会有点头昏，就搞不清楚方向。又滑了，又滑了。
先把你的头盔的袋子解开，然后接着再把你的脖围拉到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再拉再拉，而且你只要遮下巴就好了。对，然后超过那条线就可以了。哪里？这里啊。戴口罩。这里啊。对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就下巴，下巴真的，下巴要冻僵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接我的脖围就消失啊！我知道了，我一开始就穿好，可能太低了。在干嘛？刚叮咚两声，所以我就停在上架。前面往左靠，加速下去，我们就接回去。那边是我们的上来的嘛？对，下去要接回去哪里？就这边，你看那边啊，那段一直我知道，那就是我们刚出来的缆车嘛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就可以接回去啊。还要再上去吗？你要吗？随便，随便。就好，那就坐这个缆车了。就是稍微要排队的那个小排，你记得要加速进去进那个门啊，我就觉得很挤。
同间就好了。我说我们就排同一间就好了。不然还要跑去旁边吗？去看那个的时候，我看到我们的，我怕人多，就有一点多，就是我看到我们旅馆下面那一家有一家成吉思汗，但是要怎么去呢？跑到最低哦，不要，还是要吃他们旅馆的。但是旅馆的那个样子看起来就不像有对外营业。旅馆，我说他们旅馆的。他们旅馆的 OK 啊，可能稍贵。但人会比较少，可能不会，因为那个他就在缆车站吧。是哦。嗯。有啊，昨天那个有东西吃啊，就一般般，什么咖喱饭什么的，咖喱饭拉面啊，也可以吃上面，反正我们终有一天会吃到它。哪一个是上面？就是刚刚坐缆车旁边的那一家，就上厕所那家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怎么样？就看你觉得，或者是。都 OK 啊，我就说这是早一天或晚一天的差别。我觉得只要不要附近，不要坐到外婆的就好。那果然是哇啦哇啦哇啦的讨厌。我现在下，我借我看一下，我现在下巴都有刀子，我现在感觉好像很冷。昨天是冻僵脸颊，今天是冻僵下巴。右边吧，什么叫右边？下来方向的右边，不用一定要滑到树里面去。不用，你可以。其实这个是起始的路线，我有点搞不太清楚。你是说，其实它就是从树的旁边随便，然后就下去了这样？类似吧，我看一下那一个。不过刚的图好像不是，它好像是缆车站。你看，又有一个红色的人来的方向。对，所以应该是这边来，不是那边来的。对，那边的话是那个。但是刚刚缆车再下来，感觉不知道从哪里就下到这里来。
湿哎、欸。现在吗？不是镜头，是镜头上有水，要不要把它擦掉？下面镜头下面镜头的不是机，对，你摸到下面没什么问题啊，下面。那我的，你也是湿的。上面正上方融化的雪。那现在出太阳了，赶快吧，对哦，赶快进来这里。我的左，你中午再帮我加强一下防护好吗？我的左边、左上都很雾。哦，我觉得你脚胶没有擦到。我没有带出，在我背包里吧。你就昨天说要带的、啊，对，所以就在背包里。就正下就对了，就下哦吼，就这四个也是个路线就对了，把我们跳乱七八糟，可能不会跳，但是、哦、还好现在视线比较好，我也看得清楚，就是转的时候要注意那个雪铲的那个感觉，跳右边也有，左边也有，右边比较宽，走右边、哦、下车以后走右边，好像是你这边好像是飞鸭雪的呢。对啊，这个红就是飞鸭。哦，你先。先试试。你就切到柱子的附近吗？对啊。你确定这边有比较宽吗？现在看起来没有，柱子下也有。你要从柱子下去还是柱子上去？柱子上感觉这样呜就可以横过去柱子的右边。所以这一趟的体力就耗尽了。我就会扑倒在地。我们只要不要被踏到什么就好，但是我们没有判断的能力。你要救我，那你在我后面好了。好，因为我觉得我怎么了，至少你可以救我。好深哦，棒棒都脱。很暖呢、欸，很暖。错是软软的，来啊！
我为什么这么歪啊？脚被埋住了。不会，其实一滑就滑走了。要不要用棍棒？点点脚刹，就要一直下去了，很快。还是来拍一张。啊？你这个方向站比较轻松，还是反过来比较轻松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就是你的左脚比较累，还是右脚比较累？如果你现在站很轻松的话，那就是站这个方向。那要是你左脚站累了，你可以翻个转个方向，改用右脚站。手酸啊，手酸，手酸。要我帮你往上拍一张吗？对，我们滑下来是这边，现在有太阳，赶快。那你拍就好。帮你拍啊。帮我拍？我就跟你说，我帮你拍一张滑下来，是这样啊，听不懂啊。太阳角度好。啊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按、啊。
那我勒，我往下拍啊，然后等一下再交换啊。好，你拿，不要用手套拿，我不让你用手套拿，你手套脏。你看，你还不是用手套拿？我的左手一定要这样啊，没办法，就这样。什么是这么大？什么啊？你要我下去一点？不用不用，刚刚是不小心那个。直拍就可以了吧？好。然后你要下去帮我往上拍啊，所以先放你那，不是吗？是，但是我不大能下。可以先放好吗？正在放啊。嘿脚，还没有习惯这个咚咚咚。把你拉链拉好。你手摸那么多脏东西，然后最后摸我手机，那不然我怎么办嘛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提醒你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话，希望你不要这样子。但是没有办法啦，给我换，我帮你。哦好啊、不是吗？不是两个不是。那你现在要怎么拍？单手啊。就很好，很不好搞、啊。你手套要戴起来吗？不要动，我就在动，我一直在往你后面动，你还要去挡我要拍的东西，就你不要动。我不懂你的角度啊。我要拍到后面啊，然后你就一直还后退去挡我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你刚觉得你跟我拍的都不是，你每次帮我拍的都不是我要的。不过还是看起来人好黑哦，人怎样？好黑哦，好黑。嗯，因为你拍横的，我拍直的，然后我想要景多一点，然后你让我把景都挡住了，然后还拍到你自己的雪板，一个雪板投在我地上，唉，算了。我好像说的太变通了，是啊，脚可以，你可以站住的，不要怕。你是要撞我吗？
时候也要压低吗？卡住了，这种就是我说右大腿压很低，然后右边大腿很酸欸。我刚刚照个相，手现在很动，很动，手很动。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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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，那我先下了。好，河流注意就没了。嗯，好。啊，我没有拍一张，我自己拍一张机。掉了，酸会酸，虽然没有很陡，但我还是好酸了。脚酸哦。对啊。休息一下吧。Thank you.
可以啊。对，信义房屋。哦，是哦。要干嘛？你什么时候？你都不会告诉他你买了。不相让，然后就一起坐，而且坐在这里面多危险啊！太棒了，他们的选择，太幸福了。你不要再摸了啦！就摸啦，就摸啊！他摸你就不要摸我手机啊！就不要拍，不要拍就好了。是 Messenger 的声音。
烂哦，我觉得我滑得很烂。变清楚了，你在回他信息吗？对，我就说年后回来。再次这个吗？还是你要滑右边哪一个红线？那个是，那不是我们这边吧？是，就是往右会小推一点点，接着就从这边下。觉得呢？或者是滑这个都可以。我们刚刚这边下来的吗？不是、啊，我们刚刚不是这边下来的、啊。刚刚就是这边下来的。刚刚左边，不是这里没有滑到。没有滑这啊？这很乱。一样，跟我们那边差不多。对，左边、右边。嗯，为了要训练勇气，应该是要刚刚的。好，要不要训练勇气？嗯，是还好，其实是习惯那个雪啊，就是我们可能还不大能判断说那个雪有多重，就是积起来的雪的重量啊。嗯，过得了跟过不了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这边看起来都是过得了的，对，都很轻。但是上一次志贺的经验是，那边很重，就有点转不过来。而且我已经忘记我上次那个看小朋友学习的那一招，刚过坡转板子，刚过坡转板子。没有啊，这没那么陡啊，要陡一点才会用到那个。这边就是直接转就好了。嗯，在左边。你现在看会不会觉得那边几乎没有积起来的感觉？缓缓的。对啊，没有积起来的感觉。我是说没有很深的感觉，这边的话就是很深的感觉。要摸一下，就是要摸一下。我看到有八的也都滑这里了，我刚看到一个。对啊。我也啊，我们没有。不会再去口琴娘，我也想再去一次口琴娘。那次我们搞了一个多小时才下山的那个地方，看看现在去会怎么样。那里的状况跟这里差不多，每个人那里也比较重，每个人就插倒在地上，搞很久。这是从左边下，从哪边下？好，随便哦。你说下缆车往左边，刚往右边下，现在往左边。都一样，越往右边还是横过来靠左边，对啊，因为觉得那边，因为它那个直接下来感觉很松很松，算了，那是小朋友哦，教练就硬要带来滑一次这样，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滑过这了。
不在前面啊。啊？这样看起来很可怕、欸。跟刚看其实下巴一样，但从这里下的精神威胁度比较高。嗯。你先下啊。两下就去那里。就硬是要往旁边坐。撞树树了，对不起啊。小心小心，你有勾到有弄到吗？什么都没有。但你飞你脚这样那样抬起来很可怕，我怕会折。好可怕、啊、那样子。我怕你折到膝盖。好可怕。我有勇敢了，但是控制不好，我会冲到树里面去。这有点斜，你好站吗？那个、啊、要踩几下才行、啊、你要把雪踩实啊、哦！因为我现在的左脚鞋底一定有很多东西。我看一下。你举下来，我看。你现在这是踩着要给左脚放的，是不是？右脚要稳，我才有办法做左脚的事情。就是说，我以为你右脚再放更低好不好？你现在踩好的位置就留给左脚放雪板呗。不是，左脚的话用左脚踩，已经有的位置。因为这样子右脚一直等于在很稳，所以我要做什么事都可以。我现在刚的太阳不见了，我又看不清楚路了。刚本来想说看得清楚路比较好滑。我也不知道我刚发生什么事。我就看着你抬脚，我很怕你转到膝盖。啊？抬脚？你整个脚这样抬起来，脚在这个姿势、啊。因为我觉得有点怕雪板卡。哎呦喂啊，好深哦！这里其实雪很深，要是没有雪板的话，我们脚都陷进去。其实我要踩在前面。那我可以坐着等你吗？可以啊。一脚，哈，舒服啊！我这个整个屁股掉下去就变成一个座位，我已经我就站累了，我坐着休息。哦，好的，我完全好。那怎么办？我是说，我去到第二个黄柱子，随便你啊，你要休息吗？Thank you.
我的哔哔叫哎、欸，我的哦，为什么会哔哔叫？关机啊！啊，是没充电还是？他觉得太冷，或者是没电这样。你要做什么吗？不做什么，打开它而已。我帮你看，你走过来，我看有没有闪灯。一定是在录啊。有。两脚都弹掉哦，弹一脚，然后我刚解开另外一只脚。哦，按起得来吗？我觉得站起不来吧。站不起来吗？滚得出去吧。还好啊，没有陷下去。我跪起来就会陷下去。哦，那我又坐着休息了，哎。你就起来，你觉得脚踩下去会陷下去吗？啊？你觉得脚踩下去会陷下去啊？你说什么？脚踩下去会陷下去？一定会啊！真的、哦？我跪了就会陷，我站起来一定陷。哦。休息。好的。你板子的方向瞧一下。跪着，我刚刚没有看到你怎么摔的。太边边进去了，进去之后就会那个了，又拖了一个。好嘞，我要去中间比较。压得比较密的地方，我才有办法站起来。这里是没有办法坐雪橇的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？这里是不能坐雪橇的。哎，这里够硬了，这里可以。病毒会因为低温被冻死吗？不会，它病毒不会因为低温而死掉哈。啊？只有高温能杀死病毒哈。说手套极低温杀菌，所以就躺在这边。
你还是很深哦。很深啊。假借我的些许物理学常识，我可以这样子穿雪板。就是那个，现在轮到我全身都是那个了。哪个？就是我之前说别人你全身沾满，现在就轮到我全身沾满。哦，打滑雪这不是很正常吗？然后现在热，我的那个左上角又开始雾了。你说什么？刚刚比较热。左上角的雾已经消了，后来现在又出来了。而且，为什么这时候都没有人经过？好像从你摔倒以后都没半个人了。对啊，很好笑。还是因为，然后这一摔倒的我，全身超暖的。我好了，好了，站起来了，可以吧？你滑太尖尖，好恐怖！哎呦，哎。我现在你先。先啦。大家都去吃饭了吗？
差点没站好。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！啊，没事，差点没站好。好，前面就要河流啦。好，好酸哦，还是会酸啊。这都没哦，来，有人来，有人来。他说这，哎呦，哦。啊、不是就要去吃饭了吗、啊、不是就要去吃饭了
两个？就一直滑下去啊。滑下去。就是他们旅馆那一间吗？要吃他们旅馆的、喔。对啊。哦。啊。还是会累啊。累啊。嗯。你要不要拍一拍啊？你进去前，一定要你的裤子整个都是血啊。是啊。可是你在门外要用刷子刷一刷，不然进去就糟了。嗯。走走走，我刚没站好，还往后倒，没站好，啊，哎呦，好走，寻找一个我脚最不会酸的模式。嗯，而且我选，而且其实你用这只脚踩的时候，这只脚基本上要这样完全放软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因为我常常可能它也在偷用力，就会被绊到。然后我刚刚就在，虽然这只踩，我就会这只偷踩，想要让它轻一点，就全部更靠站的那只。哦，我在找。脚不会酸的，真的要找不会酸的。等会，那餐厅在哪？还没到嘞。啊。先到那一堆人的地方，然后接着会再往下。是。左前方那个就是。左前方。
的餐看看啊，要吃他们饭店的餐看看啊，吃他们饭店的餐。不是正前方吗？对啊，正前方。哎呦，雨雪更大了。好。你看起来都好轻松哦，我觉得我的好像滑得很累。不是，我刚刚很累，所以我现在又轻松一点滑吧。嗯。我又摔倒两次了。嗯。你胸口这边先拍一拍。缝缝，最上面的缝缝，还有。这里哦。不是。这里。衣服的不是。这里哦。对对对，刚才的意思。嗯。肩膀再互相拍一拍。哦，酸，阵阵去就对了。对。嗯，看能不能把雪板插在门口吗？但为什么那里有汽车啊？车站那边。哦。所以要冲去缆车站那边哦。那边对面啊，不要，这里会挡路啦，不要再插这。我说要不要插在那边一排那边？但是缆车站在那边啊，那要横着走过去就好啦。对啊。那里吧，红色的盒子那边。我是说踩过去的路嘞。
奖牌配背包，嗯，在肩膀，嗯，哎、欸，你撕掉了。为什么？哎、欸、呦，你的那个篝火上全部都是血，糟糕了！拿去了。按钮附近全部都是血，帮我后面。哦，都是。帽子哎，帽子。我都还有外套的帽子。这是蓝天吗？现在是蓝天吗？有一点。也搞了半小时啊，好，还没有关掉了，12:25吃饭时间。